哈喽，大宝贝们，我不是说今天要出来给大家录视频吗？拍个封面，然后要找个漂亮的封面。我的手机放在车的后背后面，你们听没听到车的引擎声音？这吃太爽了。你们吃糖葫芦，我吃串串虾。大鼻子冻出来了。你们别喷我啊，一会儿我再去把筷子捡回家。感觉好不好？是不是感觉挺好的？